中路，诸位法师，诸位在家菩萨，大家安安，大家好。今日讲这部《佛说无量寿经》啊，已经进入了第151天咯。那么时间这过了非常的紧啊。那么咱讲经以来，哦，这150几天呐、啊，相当一段时间呐、啊。我通啊，大家呢？非常的精进，非常用功去听经闻法。我相信以大家遐精进用功的心来去听经闻法呢，那么要成就咱的福慧，成就咱的菩提呢，指日可待。好，注意听好。咱常讲这因果啊，因果未错乱，因果有伊规律伫个。因果是平等的，有因就有果，果是为因来。除非你卖造作这个因，当然就无这个果报啊。所以因果绝对袂错乱，有伊规律，伊是平等的。安尼注意清楚吼、哦。佛经云：念念佛者，即是人中分道利华，观音世字。为其圣友，当作道场，成住佛家，修持三规五戒十善者，即得人天益，名为世间善人。修持十善，进修出世戒定慧者，能得三圣圣果位，名为出世圣人。发菩提心，修菩萨行者，得成无上佛果意，名为圣中圣人。安尼注意有看哩吼、哦，你做啥物因，所得的果是一定的啦，绝对袂错乱去。伊讲，咱世间人如果一旦念阿弥陀佛，能念佛者呢，你是所有的人类内底呢，会分道利华。分道利华就是所讲的白色的莲花啦，因为白色莲花在所有莲花里底，感觉最庄严、最清净、哦、最圣洁的。所以有经师常讲分道利华，代表非常的圣洁的意思。哦，因咱人出在这污泥里底呢，日心会当未被这污泥所污染。哦，表示咱人伫个五欲六尘内底呢，去拌乱，伊袂比这个五欲尘呢，伊所染污咱的自性，叫做如人分道利华，安对清楚吼。当时多念佛的人，连比如观世音菩萨、大势至菩萨，为其圣友啊。哦，观世音菩萨、大势至菩萨、清净大海众菩萨。以作为你良师益友，当作道场，成住佛家。你后摆来投胎转世呢，卖投胎变巴，那变投胎呢，会投胎伫个富的家庭内底。啊，因兜有学富呢，绝对袂投胎去天魔外道去就对啦。叫做成住佛家，安尼对清楚吼。伊佫讲修持三皈依。修持五戒、修持十善的人，我就得到天上的天神，做天神、天女、天主就对了，叫人天益啊。
名为世间的善人。那么，若修持十善，佮加添修这出世界定慧的位置呢？能得到这三性性高位，我就得到声闻缘觉菩萨的高位啊，名为出世圣人。如果更加发菩提心呢，佮加添行菩萨道，因此修缘起性空、悟空的道理呢，能成就无上的佛果。成佛了后，所有圣人最高的境界就是佛，所以叫圣中圣呢。好，注意听有无？佛陀啊，是现伫这人间呢，伊是要为了咱啊，互咱离苦得乐、得证涅槃，因此佛才来人间呢。无为者呢，佛祖来人间是要创啥？毋是来遮佚佗、来遮耍的呢？就是令众生伫苦海内底呢，令龙子回头，彻底呢破迷开悟，来转换入圣入来。因此佛陀来人间，终止在这所在。所以华严上就《法华经》呢，佛祖演讲咯：我为如来，两足之尊，出离世间，犹如大云，充论一切。高高众生，皆令离苦，得安稳乐，世间之乐，及涅槃乐。安尼注意，看了有真清楚吼。释迦牟尼伊家己讲啊，讲我就是如来，我出现在人世间，就亲像一片足大片的这乌云呐。那么会当予众生滋润呐？哦，伫咧乌云之下，诶，每一个人呢，会感觉非常的清凉。如果需要落雨时啊，大地所有食物呢，能得到充足的这个滋润呐。所有真正要高大起这个草莽呢，会当润泽一个活到倒来。换一句话讲，这是譬喻呐。佛陀来人间呢，还会当讲经说法，能滋润众生，互伊已经哇高大已经累生累劫的无明梦想呢，会当净化掉。啊，众生会当伊的明心见性，复活伊的本性，互伊当离苦得乐，即证涅槃呐。佛祖来人间的动机在这所在，哎，你注意清楚吼，好个听好。器官所需啊，弘持境界，了知梦心本空，自度度人，无有执着。这段是啥意思呢？讲观器官所需，就是将你所有的梦想，你的意识分别甲净化掉，意思，甲所有心内恶念全部甲净化掉，一心一意呢来弘持如来以教定，还正行菩提，意思啦。安尼注意清楚吼，好去听好。我运用这金刚经啊，有一段文教咱如何来破思想的道理啦。伊安尼讲，以无我。无人、无众生、无受者，受一切善法，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这就是破思想的道理啦。因为凡有众生的咱，拢执着有我、人、众生、受者这个思想。那么，以无我、无人、无众生、无受者，头前加一个无。我来当加这个真的意思，或者是加空的意思，空我、空人、空众生、空受者。如果修道人无法度空掉这思想位置，以空相应呢，因无法度开悟证据。所以呢，连空掉思想位置呢，这是转凡入圣一关键所在。所以金刚经非常的在意。在咱修道人的一空思想，就是无我、无人、无众生、无受者。那么既然含一切法空性、悟空的道理了后，唔是安代表无代志啊？伊所以教你爱修一切善法。如果见得空，无出空，
住在空的当中呢，安尼叫偏真的涅槃，含这二圣人无啥物两样啊。所以二圣人只不过你着独觉，或者只着伊声闻而已，伊无多成佛，理由在哪里？因为伊只是修这空地位，修这空的道理，证着空的道理，所以伊福报无具足啊。所以一定证空了后，爱广修一切善法，安尼才我都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！你最清楚吼。所以有人唔知影讲，哦，明心见性了后，何出无代志啊？爱大大误会哦！明心见性了后，爱大修特修一番啊！如果你无大修特修一番呢，你只是含空相应。含解脱相应，安尼尔，解脱了后，你修一只福报因缘呢？哦，爱去修呢，百劫修上好呢，三十二相八十随缘好，爱去修的呢？唔是像一般人讲，哦，解脱就好啊，出三界就好啊。注意啊，出三界是转凡入圣的关键，100%正确。所以是爱修一切善法啊。所以开悟证果了后，爱广修一切福，福也无少啊，同款未成佛。所以修慧出世解脱，下着所以爱修福报。所以咱有一句话讲啊，贵佛两足尊，三个两足呢，就是福慧圆满爱具足啦。那慧解脱，福也无圆满呢，安尼同款无得成佛。所以金刚经呢，佛祖就单刀直击啊，直接啊，伊甲你讲啊，伊无我、无人、无众生、无寿者，修一切善法，得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，有无啊？伊讲啊，非常的详细啊。所以空思想以后，证了空，唔是无代志啊，证了空是解脱掉，所以才修一切善法。所以讲万德庄严，万德庄严就是安尼来的啦。无一切福报啊，你究竟无着成佛。所以咱常讲一句话，为安怎菩萨的面呢，非常巴甜圆满呢？伊有修福，有修慧。为安怎阿罗汉呢？伊的面安尼堪堪吃吃，该浮的伊个搭落，该搭落呢伊个浮起来呢？哦，堪堪吃吃，阿罗汉的面呢，该唔正常就对啦。为安怎解唔正常？伊该修智慧，福报就较无修了。所以福报一定爱修，无修未得就是未得，无法度成佛就是无法度成佛。所以咱要讲话啊，见空了后，以后正是咧大修特修时阵。以禅宗来讲诶，明心见性了后，正是咧庄严福慧诶时阵啊。你注意清楚吼，这点非常要紧哦。好，注意听好。破四相啊，离相度生，无住生心，是佛说法的本意啦。注意听有吼，因为佛应彻底啊，破了四相的人，也就是空了五蕴众生受者，应空四相啊。伊说来听呢，伊在度化众生的当中呢，伊未住相。哦，未爱染众生，未爱染一切法，连同于自己空性，伊嘛清清楚楚啊。所以呢，伊是离相度生啊，无住生心啊，无唔对。所以一个刚经说法人，那住相说法呢，安尼不能以涅槃相应，失去了刚经说法的意义啊，说法就无清净啊。尼注意清楚吼，这点非常要紧哦。好，随便听好。修行度法，无所为实，将得度世涅槃之道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这就是讲了，咱既然释迦佛祖讲了一切诸法的道理了后，咱一定呢修持如来正法，未当有任何闪失，哦，以偏概全。爱是修道过程当中呢，我修了呢不能如法，要开悟证果无可能的代志。
所以呢，无所谓失，就是讲如理如法，依教奉行啦。甲最后都要度脱过呢，六道轮回进入涅槃的境界入来。伊意思是安尼讲啦。好，自古听好哦。法性空寂啊，因果丝毫不差。佛祖信修奉行，五性菩提正法，应现了达诸法，缘起性空，性空缘起，随顺真如净心，日日涅槃，涅槃日日，不为法性空执，不是善恶因果，自利利人，是为佛所随。安尼注意有看有清楚啊吼，这无介困难才对啦。因为我常讲这缘起性空，性空缘起道理，大家听讲有一个概念。虽然法一切法是性空，一切法无我，安尼毋是表示一切因果都无呢？安个断不起啊！所以讲缘起性空，性空是建立伫缘起当中，所以性空呢？离开缘起的诸法呢，性空不可得的。所以讲，法性空寂嘛，因果丝毫不差啊。哎，你注意清楚吼。所以讲，佛祖那信修奉行五性菩提之法呢，应当要了解着这缘起性空，性空缘起道理。那么说来去呢，了解诸法空性了后，见到本性了后，用你这真如的本性呢？在为人处事度化众生，行持一切善法，在一切随缘当中不变，不变的当中能随缘，安尼日日涅槃，涅槃日日啊！所过的生活是解脱的，而是清净的，是无染的，不为法性的空执啊！安尼随明变吼，如果当下未犯因果。未触犯因果，又搁能自利，又搁能利他，因此呢，这就是佛陀教咱的道理啦。好，如果听好哦，好，咱讲佛说无量寿经下，经文就讲咯。佛言：逆今诸天人民，即后世人，得佛正义，当摄殊境。能于其中端心正行，诸相为先，率化之下，转向特定，各自端守，尊性敬先，人主博爱，佛意教诲，无感开悟，当求道事，拔断生死障恶之本，当离三途无量忧报。苦恼之道，逆定于是功失德本，报因是非，不犯道禁，忍辱精进，一心智慧，转向教化，为德立身，正心正意，斋戒清净，一日一夜，胜在无量寿国，为善百岁，所以食好。那么，因为这段属于文言文啦、啊，但是咱若注意搁听我讲白话文一遍呢，咱就不难明白咯。注意听好哦，我讲出白话文哈、啊，大家注意听。佛陀说：“恁现在注意天神人民以及后世的人，得闻佛经的语句。”应当读熟了思维经法，能在修学的当中端正身心而正确修行。做主脑中上的人，爱做善事，好率领感化部属下辈，辗转相传，教贴劝令信佛向上和向善，个人自己。端正身心，遵守佛戒，尊重圣贤，爱敬善人，心地仁慈，博爱众生，
佛陀一教诲，令依教奉行，不敢亏欠辜负，应当勤求度脱世间一苦患，不断生死轮回一烦恼罪恶根本，应当远离三恶道的无量忧愁、恐怖与痛苦。您现在就应该广泛珍惜道德的根本，布施恩惠，给予众生，不犯佛道的境界，应忍辱精进佛道，修持一心不乱一禅定，二正八戒智慧，辗转互相教化，立德行善，端正心意，斋戒清净，一日一夜胜过无量寿国，行善一百年，为什么呢？安尼注意看有清楚吼，这段总共一句，就是讲呢，咱做佛的弟子啊，爱依教奉行就对啦。如果咱来当依教奉行为者，那么是名真佛祖啊。咱一般啊，拢无听佛祖话，在修教呢，伫世间的无啥啥啦。总共一句，咱这世间无修行，确实无修行啊。那么因为这个苦恼事、烦恼事较济啊，所以呢，伫旧世界啊，伊个烦恼事少，吼、哦。那么也无恶人，也无杀盗淫妄，那么众生需要恁关怀，几乎拢无嘛。所以莫怪讲，伫这三宝世间修一工一夜呢，胜过旧世界呢一百年，道理在这所在。好，你看佛祖安怎解说啊？注意听好哦。经文也安尼讲咯，彼佛国土无为自然，该即众生无效法之恶，以此修善十日十夜，胜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。所以食好，他方佛国为善食多，为恶食少。福德自然，无自恶之地，为此间道恶，无有自然，勤苦求欲，转向其余，心劳兴困，饮苦食毒，如是恶无啊，未赞明色。这段佛陀家己问，家己答，伊的问是大众生问啊，伊的答是代替众生答啊，所以呢，伊讲为什么呢？咱正心正意，伫这三宝世间，好啊，奉持这个斋戒清净，只要一天一夜，有法度胜过无量寿光的一百年呢？原因在哪里啊？佛祖又回答啊，我讲做白话文啊，咱注意听哦，因为彼国，因为彼佛国土啊，都是清净无为，自然向善，大家都自然会收集各种的善业功德，无有如冒发大罪恶。在这个世界修善业的人，十天十夜呢，胜过他方诸佛国，哦，修习善行一千年，为什么会呢？因为他方的佛国内修习善行的人真多，做罪恶的人真少啊，自然会修福德善行，而无做恶之地啊，只有这个世间都做恶，无自然向善的，只有勤苦的追求五欲，辗转互相欺骗危害，心神疲劳，身体困苦，饮尽苦水，食尽苦毒，亲像这样罪恶的业务，未曾安宁停息过呢？安尼注意有听到有看吼，确实有影。咱这个世界啊，因为罪恶较济啊，人容易跑去陷阱内，特别无三无两，容易比这外境呢
所迷惑所转去，所以呢，较无好修行啊。哦，种目睭所看呢，就风男烈女啊。你看你甲电呢，心中要转去。你看到花花世界，哦，看到甲电呢，就昏头转地啊。你无禅定会转去。那么既然安尼讲起呢，你的六根七六六尘，你把持袂调，容易被所转呢，安尼叫做无好修啊。啊，无好修的状状况呢，你又搁能修一工一夜呢？哦，当然胜过叫世界几百年的啊。因为叫世界无刺激乎你，无逆境乎你，无了花花世界乎你动心啊。所以呢，迄个所在无啥物大善事好修啊。顺境较济啊，所以在这经营之下，咱三宝世间修一工呢，就胜过叫世界呢一百年。你有在这个所在，注意听好哦，听好。三宝恶世啊，能得行善，得到世界无恶，哪能行善呢？安尼注意清楚哦。讲啊，足明白啦，就对啦。因为三宝世间有影呢，咱逐工伫报章杂志、伫个电视都看会到啊。哦，某一县、某一市，或者是某一乡镇，哇，有杀人放火、强奸杀人啊。哦，到处都听得到。今仔日南部呢，好一穿扫甲乒乒叫，叫做警匪交战啊。啊，一日话中部。一个警匪，一个交战啊！一个往北部，一个警匪交战的，各位时常拢听到这枪声连连呐、啊。那么，因众生啊，哇，也无去修行啊，也无奉持五戒十善呐，所以这世间当然就真混杂啊。哦，佛教叫做五浊恶世，就是这道理。无好修行，歹修行，大家无遵守佛法啊。所以，伊在这经营之下，就往往咁样做善事，就较有啊多呢。哎，众生苦恼之、烦恼之，咱唔才有机会来做善事啊，来做功德啊，是不是啊？虽然这世间是真痛苦啊，无容易度日子，但是最起码呢，咱还佫度会过。所以，善良的人、高义的人。哎，有人心人德的人，还阁大有人才啦。哦，所以社会上真济啊，慈善家会帮忙需要帮忙人呢，还阁大有人才滴。叫三宝恶世啊，哦，能得到行善呐。那么相对的，叫做世界无恶啊。你听讲叫世界直直到要杀人、放火、强奸、杀人呢？你是要听都听无，看都看无哦。何里要是要行善的机会，只有啊，哇，非常的少啊，叫做哪能行善呢、啊？所以在这经营的对比之下呢，叫做讲三宝世界行善一工一夜，胜过叫世界呢一百年，道理在这所在。好，随便听好哦，搁听好。贫苦的人能得到一颗银呐。可以生活的呢，无忧无愁啊。而富贵人，伊的珠宝满仓啊，都一无所用啊。又何必在这个饥荒的年头，米糠呢胜过黄金啊？能延长性命，出土行善一工呢，犹如贫人得金啊，荒人得糠啊。所以胜过极乐呢，为善百年啊。虽然胜彼，但是贫主呢，虽不愿成富贵之家呢？荒人虽不愿，荒人虽不愿成荒俗之事呢？我人念佛求生极乐啊，正如贫穷之人成富家，荒人换姓氏。富乐而不为啊！安尼注意听有无？伊这意思就讲，一个非常善解人，非常善解人。虽然甲这一箍银来讲，不过这箍银对伊来讲呢，
会当生活咧，甲地呢无忧无愁啦，是毋是啊？一箍银真好用呢。哦，过去在二十年前，一箍银足够个啊，有影即摆钱较薄。哦，伊只是讲一箍银来讲哦，对着即人来讲是足好用啊，就对。生活咧甲地啊，真好贵啊。啊，但是对着富贵人，虽然伊钱啊充满着满仓啦。规个仓库拢是金银宝物，但是对伊来讲，无法度一无所用啊！安尼伊嘛未感觉讲钱多呢，活咧甲得真快乐，是毋是啊？无毋对啊！又何必呢？在即个脑机荒的时代呢？哦，这米糠啊，比黄金较重要呢，是毋是啊？正在脑机荒的当中呢，哦，你黄金啦、新台币啦、港币啦、米钞啦。这无重要，哇！世间人讲一句话啦，你有钱，钱都未遮哩咧。即摆上需要就是呢，一挂米糠啦、米啦、遮物件啦、面包、五谷之类啊，是毋是啊？爱看情形就对啦。所以好比呢，在饥荒的年头呢，这个米糠胜过黄金呐，安尼比有道理呢。哦，因为啊。这个米糠你会当食，虽然比米较歹食，但是米糠比黄金佫较好啊！你食了较济，会延长你的性命，你对症对吼。啊，黄金也袂食哩咧，食了较济呢，就出问题啊，性命是交起来呢。伊佫讲啊，出土行一工的善事呢，那么如贫人得金啊，荒人得糠啊，所以胜过呢极乐世界。为善一百年的道理在这所在，因为这世间无修行啊。哦，我常讲一句话啊，偌济师兄师姐啊，发心来修行呢，修过三皈依了后，甚至修到五戒菩萨戒呢，无偌久道心退了了去呢。哦，恢复了过去五年前、十年前迄、那个所在原地站脚步，严重者呢？道心退了了去，解破了了去啊！你想看卖啊？为安怎修到变呢？退间呢？一落千丈呢？因为三宝世间的苦难太济太济咯，卡要无三无能，就退道心落啊！我定讲过啊，像讲我卡嘛做伙出家有几耐个啊？哇，翻足个一两个去啊呢？有安怎讲？苦难伤过济啊！哦，伊安尼考验的状况之下，伊破袂过，闪袂过啊，自然互境界转的较济，伊就退道心，就等于食戒猪啊，就对啦。嘿嘿，安尼对跳哦，有人上三昧要食戒猪呢，翻足断去啊。哦，所以呢，咱意思就是讲，在这三宝世间无修行，伊又搁能修行，能转一切境界。哦。修一天呢，胜过极乐世界修一百年，道理在这所在。因为极乐世界无丝毫一切恶，无逆境乎你，唯有呢佛菩萨一直教你佛法，赶紧开悟真久啊！哦，逆境较少啊，你就是清净哦，好不听好。虽然哦，这个娑婆世间非常艰苦，比极乐世界个修行较殊胜。唔过相对的哦，你听好哦。那么对一个善解人的囝呢，无愿意生伫呢富贵的家庭内底呢，你听有无？所以讲这三宝世间有影，修一天胜过极乐世界一百年。唔过相对的，容易坠落，容易步入陷阱里去，容易呢一步百千年，再回头来是几时有这感应的呀？哦，对一个善者囝，伊愿意出世伫个善者家庭呢？无，绝对找无个。大家嘛会当希望讲，看到一个因兜个门槛啊较大坑呢，最后投胎呢归国王因兜去，哦，文武百官大官因兜去，出世大富大贵因兜去，出世呢名流士绅因兜去呢，家庭群面欢乐家庭去呢，是毋是啊？无毋对啊！叫做啥呢？如宾主啊，谁不愿成富贵之家？
是不是啊？虽然三宝世间好修行，但是呢，人人嘛要去较清净、较快乐、较无逆境的所在去啊。伊就讲啊，方莲谁不愿成风俗之事呢？这啥意思？说啊，住伫清净的所在，虽然米糠会当度日子，未枵死去，但是啥物人愿意爱投生伫兵荒马乱的世气呢？大家都不爱，拢会当去生活伫太平的世界内底，是毋是啊？无毋对啊！所以今仔日呢，咱释迦牟尼非常的慈悲啊！伊讲了这部《佛说无量寿经》，伊的宗旨就是希望咱好好啊念阿弥陀的圣号，来求生极乐世界。吼、哦，咱来往生极乐世界了后，会当听阿弥陀恭敬说法，有一天咱来证成无生法忍，咱咪当多加诸房，等下世间度化众生啊。就咱亲像贫穷的善解人，生在富贵之家；就咱亲像呢，在丰年的当中，会当出世伫盛世的时代，富乐而不为啊。对清楚吼。所以呢，这段的譬喻啊，予我感触真多啊。那么有着慎重起见呢，因为这段会当激发予咱修道人诶有足大明书啦，明人诶所体倒转来。因此，我搁念一遍哈、啊，咱听张居士慈悲呢，念无搁走一遍，注意听好哦，听好哦。贫苦的人。能得到一颗银啊，可以生活的呢无忧无愁啊。而富贵人，伊的珠宝满仓呢，都一无所用啊。又好比在饥荒的年头，米糠呢胜过黄金啊。能延长性命，出土行善一日，犹如贫人得金啊。丰年得坑，所以胜过极乐为善百年。虽然胜彼，贫主谁不愿成富贵之家？丰年谁不愿成丰足之事？我人念佛求生极乐，正如贫穷之人成富家。丰年换盛世，富乐而不为啊！注意看有清楚啊吼，这段非常要紧。但我想讲，咱人活在世间呢，确实都无几工、无几个、无几年啦。生命是呼吸之间呢，那一口气无来，当下呢，当下呢，你就要阴阳相隔去啊。那阴阳相隔是讲咩？爬起来，搁念阿弥陀求生净土，根本就未赴啊！所以咱来好好用功念佛求生净土啊！生命是无了时啊！哦，你来看，即个时代有人会讲话来讲，大家岁寿愈来愈长啊！根据人个统计呢，即个人岁寿科学遐尼进步，会当有咧延年益寿，无唔对，在某物一个区域。某一个时段有感觉咱人的岁数较长点嘛，无唔对。但是以佛法来看呢，咱这是渐渐的时代。哦，咱人的生命啊，随着这时代进步呢，得到这职业病、哦无名病、文明病来死亡也非常的多啊。哦，像这个癌症呢，愈来愈多。我有感觉讲，即摆啊，为信徒啊，有合佛人呢，百分命中呢。十个占有六个半，至七个呢，拢总着癌症来往生的啦，我感觉真遗憾啊。过去时代得着这无名的病，吼、哦、文明病着癌症死的呢，只有足少去听着。即卖人颠倒愈来愈吃咱呢，病后要死的进程，拢着着癌症的啦。吼、哦，讲着肝癌啦，直肠啊癌啦，脑后癌啦。血癌啦、肝脏癌啦、肺癌啦，种种拢是癌症来死的。我听你个地卡不灵气啊！
所以你两个无修行啊，三面人甲保证要火烧，会得活偌久呢？所以联想到呢，古来大德啊，讲了迄四句话啊，非常的重要。这也是老庄相谈的话啦。伊讲啊，知识真相忙里脑啊，虽然倾向苏贞修啊，莫待脑内放下佛。孤魂都是少年人啊，有无啊？有一句话讲，用自古以来，中外古今啊，对一人伊真正咧为着成事大业，伫努力伫修行呢。大家都计无闲，无闲甲头壳刺刺刺，逐工咧软软软，软甲头壳尖起咧，腰骨咧软咧，一个干落咧，咧坐金箍棒啦，卡说都说袂出呢。拢作为这五欲六尘呢，伫拍拼去努力咧。好听是对这社会国家有造福人群，可是我要讲一句话：你一直造福人群，一直造福人群，你会先去办好未？那无办好啊，后出世过一世，过一世，过一世轮回了去呢。所以咱修道当中，来当先去办的好事啊，来生唔免阁轮回六道啊。何况轮回咧较济啊，无一定做人啊。咱人命中了死了，阁做人是六分之一呢，阁六分之五呢。唔当袂记得阁有天阿修罗、地狱、畜生、五鬼啊，还阁五道里呢。啊，五道对一道，爱问你在生做啥物业，来决定你六道内底对一道啊，安尼叫做公平啊，安尼最清楚吼。伊毋知安尼讲，知识真相忙里脑啊。虽然倾向苏贞修啊，哦，用莫待脑内放下佛啊，孤魂都是少年人啊。伊讲忙等待食老了再修道啊，何况咱人无一定食甲会老呢。你看，有当时呢无拄好发生车祸，就老起来啊。有当时食到三十几岁尔，四十几岁尔呢，甚至五十几岁尔，伊个生命就结束起来。你想看卖啊？就病魔甲伊撮起哩，或者是发生了意外、坏死啊，种种问题啊，拢总是佛教所讲的叫做人命无常啊，道理在这所在。孤魂都是少年人啊，真济。往生的少年真多呢，我看有足侪佛塔吼，伊内底拢跌跌骨头啊。我一边呢，等于我出家所在呢，看塔内底啊，塔内底呢，有少年的死的吼，占差不多五分之五啦，啊占差不多十分之五，一比一就对啦。哦，少年啊死亡的含老大人死亡的呢，伊迄个比率呢都一比一。这是惊人的主意啊！莫怪呢，孔子讲无爱收人过命添。这暗是讲咱人或者世间呐，拢一口气而已啊。一口气若无来，当下以用事呢来隔别伊啊，好、哦，就来隔别伊啊，无唔对啊。所以呢，咱好好用功修道，观念在这所在。何况诶，在人生后壁段并无偌久啊，吼、哦，并无偌久当中呢，咱为安怎袂好好啊创造机会，互家己较侪时间来用功修行啊，是毋是啊？何况你啊一工，譬如讲有念一万句阿弥陀佛啊，早时啊五千句，暗时五千句，然后佛念完诶时啊，欢欢喜喜，快快乐乐。充满着希望呢，甲功德回向。有人讲回向要安怎念呐？来，我来注意加一下呢，真简单，八句尔。好、哦，我念予大家听。甲念呢，愿以此功德，庄严佛净土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。若有见闻者，悉发菩提心，尽此一报身。东兴极乐国。
哎，那就是八句圆满的回向文。那么这个回向文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交代得非常好势。愿意出功德，庄严佛净土。讲愿意我念佛的功德呢，能成就佛道，哦，成就佛的世界，庄严国土。上报四重恩，四重恩就是将念佛的功德，咱唔好自私，有那回向呢。和三宝回向，和咱的父母回向，和国家回向，和一切众生，也就是一般讲的十法界众生呐。哎，下至三途苦，地狱畜生五鬼的众生，咱嘛爱慈悲心呢。哎，希望伊跟咱同款，会当自动往生净土，净化伊，会当互伊离苦得乐啊。尽此一报身，同生极乐国。哎，那是有人看到我念佛的人，包含着阳上人、幽冥界众生，若有见闻者，全部高高看我会当发菩提心。等待百岁命终的时阵啊，会当往生甲阿弥陀佛的世界。所以你甲发这个回向文就无唔对啊。那么你这发这个回向文了后，如同拍一个电报呢，拍到极乐世界，阿弥陀佛就接了啊。如本阿师，你意思就是讲，命终了后要来我阿弥陀我的世界来滴就对啦，无问题。那如本阿师要来无问题，卖讲如本阿师啦，所有普天之下，所有六度众生有意愿要来我世界，个个拢会当来我世界呢。这电报拍起了后，阿弥陀即时反应，你注意听有无？所以咱早念呢，是万句阿弥陀佛啦。在时啊，五千，黄昏要困的已经五千，然后做一下念佛，做回向的，是到咱百岁命中永寿那真时啊。心无病苦，心无贪恋，亦不颠倒啊，如入禅定。吼，这何乐而不为啊？身故无病苦，未贪恋世间，未依依不舍世间，哦，无病苦。那阵就自禅咧禅定咧，需要大众人群咧念佛咧来往生西方净土去啊！哎，你注意清楚吼。所以今生今世有这福报因缘，听着佛说无量寿经啊，会当知影念佛会当求生净土，咱就感恩释迦牟尼佛的大慈大悲，介绍净土法门，互咱来往生净土啊！哎，你注意清楚吼，爱有感恩的心情哈。哇，时间到咯，想要讲的当中，时间阁无允准，会见哈。咱明仔载《佛说无量寿经》第152天，同时间再会。